离婚旁罪哦，要甲啥见面啊？阮立法院的大家长啦，啊后摆若是有机会，我再带你做来拜访。当初你有甲子倩食饭？我就是无希望咱两个反生关系压皮弟的手头。这里不是叫你买后边订单啊？你现在唔听话啊？陈东俊，就算讲你真是想要后边来，你嘛无应该找子倩，因为伊是你的表兄妹。三立台湾台天道。